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八年十三班的老师，名字叫做911和924，有没有举手？那我带来的歌曲是五月天的《知足》，那如果会唱的话就会一起唱，然后开始吧。是永远一个肩膀，这过去的梦，理想的远方，多少的心声，理想的人，总是不能忍住的寂寞，为何我爱上你的笑容？要怎么收藏？要怎么拥有？我会不会快乐的不是为我？好，请把你的双手，甚至是暂时拥有的一阵风，吹来风筝飞向天空，看着你的祈祷和祝福，和看到终于你身影消失在。爱情的那些真空最头，如果你爱上一人的笑容，要怎么收藏，要怎么拥有？如果你快乐的不是为我，为不为我手机是暂时拥有。掌声给俊豪哥鼓励了。当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向天空，我的你有祈祷我祝福，我的梦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之后，却发现人不回头。当一阵风吹来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之后，才发现真苦与痛。我没有爱上你的笑容，要怎么收藏，要怎么拥有？如果你爱我，你是我。